者钟志海台北报道，莎莎会今出席龙茶味店刊物，目前有透过朋友在学习制作甜点，以前没有耐心的他，因为开始做甜点后竟然开始培养出了耐心，也爱上做甜点这件事，现在有出版社来邀请他出书，并希望他过年后能交出40道的甜点食谱。莎莎笑说到现在一个字都还没有写，至于她与男友拖10年没结婚，她无奈说我的冲动还没来。莎莎说因为自己真的很爱吃，靠住少吃加运动来控制体重，但因为自己很爱吃，每次减重期间都很心情低落，所以过年只能在家好好闭关写书了。莎莎出席港点餐厅刊物，记者赵世勋社。莎莎出席港点餐厅刊物，记者赵世勋社。莎莎出席港点餐厅刊物，记者赵世勋社。